1300万，来兄弟们，1500万三个料子啊，给他50万小费，中国1700万，没光点，有没有个1500万，3330万了啊，压力进来，我们家里的规矩，这个木纳的飘花料子，总是还是够用的，兄弟们，总还是够用，甜味也出得来了。啊，你跟他说，我们直接高高给，不喜欢拉拉扯扯，知道吧？能卖就行，能封就封，是不是？我们爽爽快快的，是吧？我不会有人给我们500了、700了，是吧？接个车，是不是？老妹封一下，老妹封一下，老妹封一下，是吧？什么？20万，20万，10万就10万，是吧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有没有好一点的？他还说啊，要买一个才有，是吧？兄弟，你这话说的是不是？就没把咱当朋友的，对不对？1000万加10万小费，啊，卖不卖不申请啊？这个马仔也说了，是吧？反正先问吧，好吧？哦，挺重的，兄弟们，应该是有8-9公斤是随便有的啊。来，哎呦，谢谢，接着呗。Later， 好不好？1100万，一千二不多说了，好吧？1200万，那谢谢了，谢谢了。要多一点嘞，小妹，小妹，怎么说？小妹多一点嘛。1800万给过的话，你的我1500都不能，你小妹一点点加一点嘞。怎么说嘛？什么什么？但是妹，小妹一点点多一点，我的小妹不给老婆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都说的小妹不给你，小妹一点点加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是我哪个小妹？你是卖了是吧？卖了小妹7万，给他们3万，给他还7万呢。天哪，你这又来拉小妹？1500万的改口啊，顶级的种水。啊，有没有看到这栏杠？有没有看到这栏杠位，兄弟们？这个料子手镯位是有，但是要搏一下啊。这种玩什么？可以扣一串珠子，啊，可以扣1.3、1.0的珠子，然后牌子挂件全部都可以做啊，好吧？莫西沙，种了顶级了。1500万买了吗？买了吗？准备给他70万三十万，30万给了吗？下次给你50万。好吧 ，OK， 明天过来拿钱 ，OK， 好，1500万啊，我小单子就拿开心了啊，姐姐，开不开心？哈哈哈，嫌小费少还是？咋了？一点都不开心嘞，小费70万，哎，我不搬了，老王搬走了，我不搬了，这个又不行。啊，这个不行啊！朋友，好好问一下，好吧？我们澳牛里不卖不生气。啊，不卖我们也不要了，好吧？我发财哥来了，发财哥。哎，发财哥。老妹儿呢？老妹儿又来看我们家老妹儿啊！哈哈哈！老妹儿在那边。不喜欢。说嘴上说的不喜欢，眼睛一下都没放弃啊！哎呦，发财哥，不灵不灵叫起来了。兄弟，兄弟，我西部，啊，我在部，我在部啊。500万的这个墨翠没成，我们再给他加20万的哥，再给他加20万，不行就过。那种墨西沙的那种沙感，那种扎手感哦，加20万朋友。要不啊？我就在本钱是1000万的。本钱1000万？对，我就说。我就谁几的，我方伟。我去，要520万加小费，已经是550万了，能不能封嘛？能不能封？不行就算了。我就本也太高了啊。那谢谢了，谢谢了。3330万了啊，加起来。3000。兄弟，我最后加一口，3250万小费。恭喜，再问一下。差得远。五千一下不得啊。100万小费好不好？3300了，兄弟。行了，拉扯。Later。3200加100万小费啊。还是封了，极限拉扯。一
刚才不是你看过了没有？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。曼德勒的巴掌，你们有听到一样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嘛嘞！One, two, three. Oh my lord! Oh my lord! 兄弟们，摸摸，过来过来。Oh my lord! 此处交易货主不允许拍摄。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说封也可以，但是封出的价格回去啊，老板以后都不给我好东西了，知道吧？大了八千，我们讲的行内之间的打架啊，这种都是就是。刚才那个货是真的厉害啊，这个确实厉害，墨西沙的，一点棉没有，有点淡淡的雪花棉，我给了3亿，没卖。当时不让拍，那货主不让拍，因为东西很顶，要着7亿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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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生意来打针啊，咳得不行了。缅甸的小诊所。停电了，刚停了下电，发电机又开始工作了。你这屁股啊，打的屁股针啊，好了吗？哎呦，哪那么快啊？吃个开点药。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什么原因？吸到那种冷空气了，可能就是忽冷忽热，知道吧？我们去市场，40多度，哇，回到酒店，哇，20度的空调一开，一来一回，忽冷忽热，真的我受不了。记录一下吗？这是5颜6色的小药丸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咳嗽啊。其实这个小小的咳嗽已经花掉了普通缅甸人的5天工资。又是新的一天啊，一大早就见到发财哥了，吃槟榔2个，3个，3个一口，5个。啊，大牌子味脱沙的墨西沙，先封起来。来，2020万小费封起。好问一下吧，好问一下吧，谢谢。这么小就出来卖料子了？大概几岁啊？11岁啊，11岁。哎，我当年11岁的话，好像在放牛啊。小孩子的这个成交了。对的。小孩的成交了，他们要给你们多少钱？3万，3%。给你200万小费，1800万。200万小费给。2000封起，2000加50万小费来，好不好？封一下，封一下。刚刚给了，刚刚给了。志哥给美女小费还是给的是爽快啊？上个 buff 啊。好，约到。其实他们都喜欢拉一拉就，哇，这个顶啊，这个顶，这个超爱的，不行就算了。这我好想擦，像飞国内，我感觉大面积的擦出来很漂亮啊。这都是通的，这些完全擦出来，总是真的好。又白。3200，是吧？再加100问一下好吧？行不行？不行。多少？剩下不行。好嘛嘞，朋友，3300万再封一下嘛，3300万加100万小费，好吧？又来一个不行的，哦，难受啊，是的吗？又来一个2000万的不行，啊，难受难受，兄弟们，这沙真的是又挺又立。又舒服。那我加200万，2200万吧，好不好？你要真的在留美？好，谢谢谢谢。直接问是吧？哎，直接问美的。问嘛问嘛问嘛。来这个，2200再给他封一手。卖不卖不知道啊，卖不卖不知道。这个没成啊。封一嘴好不好？2500万，高高给，小费30万啊，小费30万，来。志哥给美女包料子，这是大气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他说5000万价，5000下不行。不给封啊？哇，5000下不行啊。5000的话，没什么太大的性价比啊，感觉。有没有看得懂的，兄弟们？评论区告诉我，好吧？评论区告诉我。美国的 America。是吗？America America。嗯。卖了卖了。
有钱了。失算了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其实很多料子我们还亏钱的啊，啊，像一些小的嘛，这种无所谓啊，就几个加起来才一公斤是吧？但正儿八经像这种大个头的，是吧？就是真的是不赚什么钱的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全程包邮的，是吧？缅甸到中国，中国到您手里，你都是包邮的啊。没事，反正贵一点贵一点啊，小智也心甘情愿，但是能够安全的到达才是最重要的，好吧？这大概是一个礼拜收的货吧，这么多啊。知道吗？这老缅兄弟也是效率特别快啊，几下就包好打包好了啊，总的有19包，是吧？有改口有毛料啊，价格还不一样啊，然后其实挺重的，应该总的有大几十公斤了啊，好吧？然后也辛苦大哥，辛苦你了哥，麻烦你了。好好好 ，OK， 那他们应该会直接就打包，然后这两天就要发货了，是吧？我的宝贝们，出发了啊，空了，要回国了，空荡荡了，现在也对，空荡荡，空荡荡。我的行里面也有点空荡荡，怎么办？再收一点吧。对的啊，接下来时间不会很多了啊，我们应该还会待一个星期左右啊。其实我开个直播啊，只是顺带啊，大家喜欢的是吧，来搂来拿啊，价格绝对给大家把控到位。那其实好多都是我自己收的啊，我自己收的也比较多，好吧，兄弟们，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了，等这个货到国内呢，其实我应该也刚好到达国内啊，然后给大家去拆开去分理，然后去给大家去切的切做的做，好吧。OK， 兄弟们，小智记录视频不易啊，希望所有路过的哥哥姐们别忘了给我点个赞。好的，拜拜了，拜拜。